嗨，各位分分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的任务啊，就是要换这一片。你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一片板子，它现在都是钢瓦的，然后生锈要换掉。然后最后面的部分啊，倒数第一支跟第二支的西型钢要换掉，因为都已经生锈了。那个是在下面，所以我们要先把板子拆掉，拆掉之后才可以把西型钢换掉。然后它的 H 的部分。尾巴也有一小段是生锈，然后到时候一样就是把锈把它除一除，我把它弄起来，然后再重新插上红单漆，这样子就可以。然后原则上我们今天就是先把这拆掉，然后细心刚刚拆掉，然后明天的话就是上油漆，这里有工作应该两天到三天就会把它完成。那我们现在直接开始吧。Twists and turns, gave up on your sanity to hide behind the devil. Cause you think you'll live forever, say you're never getting old. Out there thinking that you're in the world alone. No one ever told you that you have to live for something, or in the end you will be nothing. It's too cold.
OK 啦，现在这个钉子部分还有板子，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水切全部都已经完成了，然后再来就是等剩下明天，明天的话会有那个排水管，就是现在其实天沟已经装上去，但是排水管还没配，就是要等明天，因为现在等一下准备要下班了。那原则上就是这样子，带大家上去看一下。其实是我的东西没有拿。那整体上的话呢，就是这样子。然后防水胶的部分，每一个都有粘。这一次是白铁铅板，然后是厚的。那在中间的部分啊，有一排是满钉，大家有看到吧？中间有一排满钉，然后其他就是照标准锁，然后。第一排跟最后一排有没有？第一排也是满钉，然后最后一排也是满钉，这都是就是按照常规标准这样子做。好啊，那原则上这工地的影片啊就到这边结束。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换板的这个过程，然后还有换完的样子。那如果你还喜欢这类型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分享、订阅、按赞，然后记得要开小铃铛，这样才能收到最新资讯哦。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